今天晚上我讲的来自我的老师的书或者他的博士论文，我们有一本在书摊 Resurrection and Redemption by Richard Gaffin Jr. 好，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二十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的人出所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那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那这里我们只花一点点的时间讲一讲，这我们会跳到三十五节的第二十节，说基督已经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所的果子。我们解释过出所的果子的意思就是代表的全部的丰收。为什么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为我们将来要复活的人呢？他的出所的果子呢？因为死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就是亚当和基督都是代表，亚当是代表全人类，亚当是全人类的头，基督是新人类的代表，新人类的头，因此他的复活成为我们已经死的人或者可能早晚会死的人了的出所的果子。我再说，因为上帝用头用代表这个原则，亚当是全人类的头，基督是新人类的头，因此呢，基督复活呢，就代表着也预期着所有在基督里的人的复活。二十二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的。所以呢，二十一节，死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二十二节是二十一，二十一节是二十。好，各位手机里面没有圣经哈。有的有的没有啊。好的，我们现在来到第三十五节。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的？带着什么身体来呢？那现在我们要讲的是我们基督徒将来身体的复活。那将来的是怎么一个样子的呢？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但是上帝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籽粒各有自己的形体的，凡肉体各有不同。好，下面就说呢，有各种不同的形体。我们现在跳到第四十二节，这个是今天晚上我们要查的经文。四十二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我们一起来读第四十四到四十六节来。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然后才有属灵的。再读一次，四十四到四十六节，再来，来，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以后才有属灵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四十六节，这里呢，基督末后的亚当成为 life giving 赐生命的叫人活的 spirit pneuma 灵啊，赐生命的灵，叫人活的灵。这节经文呢，要从整段的上下文来看。不单单是四十五到四十九，或者四十二到四十九，甚至乎回到第二十
到第二十二节。总之呢，我们等一下我们查完这段经文之后呢，你会发觉这个是新约圣经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也给我们发觉呢，我们的救恩、我们的救主的整个的范围啊，耶稣基督在怎么范围里面救我们，他在哪一个范围里面啊做我们的救主呢？是大到不能再大的啊！我们慢慢的来看第三十五节，在第三十五节呢，保罗问：复活是怎么一回事呢？将来我们身体复活的身体是怎么一种的身体呢？啊，我首先回答一下，我们既然是我将来要复活，因此呢，将来的身体肯定与我现在的身体有关系，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对吗？一定是因为我还是我吗？将来是我，有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这段经文特别是42到49节呢，我们要很谨慎的看在哪里是有对照的 antithesis 对立的，不是乃是，是这样，相反的是那样啊。这些呢出现在不同的句子里面，所以每一个小句甚至每一个字呢，我们要看究竟它在上下文这段经文的什么地方。我们可以说这段经文呢是新约圣经比较难解释的，甚至最难解释的其中的一段。我们要解释的特别是第四十五节，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好，刚才说第三十五节问的是复活是怎么回事，将来你我基督徒复活了，那个身体是怎么样一个的身体呢？从第四十二节开始，保罗就为两个身体做对照。第一个就是基督徒死了的身体 the dead body， 和我们将来复活的那个身体。我再说哈，是我们死了的身体和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虽然是如此，不过呢在这里呢也暗示着我们现在还是活着但是是必死的身体。再来哈，主要是讲我们将来死了之后的身体，不过呢也暗示着我们活着但是必死的身体与将来复活的时候的身体所对照的。因为必死的身体，必死 mortal 这个字呢，保罗在其他经文也用过的，罗马书六章十二节、八章十节跟十一节，格林的后书四章第十节起等等，还有格林多前书十五章这一章的五十三到五十四节，保罗也说他自己的身体是取死的身体。所以呢，就算在第42、43和第四十四节的上半节，就算在这两节半里面，保罗不单单是讲我们将来死了之后和末日复活的身体，也暗示着我们今天必死的身体的。我们的必死的或者死了之后的身体啊，是必朽坏的、羞耻的、软弱的，将来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永远活着的、荣耀的、尊贵的和强壮或者有能力的。好了，到了第四十四节，所重的是血气的身体或者是 natural， 假如用一个比较直接翻译的字呢，是 soulish， 是魂的身体，中文翻血气。所重的是 psychical， 就是 psychology 那个 psych 那个字 H, P-S-Y-C-H
然后 ICAL， 然后呢复活的是灵性的 spiritual 的身体。我们停在这里，停在第四十四节的中间，第四十四节的上半节总结了前面四十二和四十三节，对不起，四十二节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结论，总之所种的是血气的或者是魂的身体，复活的是灵的身体 spiritual 或者属灵的。听一下，属灵的 spiritual 英文是一个字形容词，中文三个字，属灵的或者灵性的。我成长在一个很保守的教会的圈子这个圈子里面呢，属灵的这三个字常常会提到的，属灵的就是很爱主的，很虔诚的，祷告读经传福音很多的很属灵的。那这个是我们十九二十世纪基督徒发明的这个字的定义，不是圣经的定义。那请不要误会，圣经有告诉我们要虔诚要爱主，但是不是用属灵这个字的。我再讲一次，不是说不要属灵不要爱主，我的意思是说属灵就是虔诚爱主这个定义，用这个字属灵的来讲一个很爱主的人呢，这个是后期的人发明的，这样用这个字呢还没有两百年。圣经有很多的字讲爱主，用敬畏神、智慧、信心，以耶和华为喜乐，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盼望渴慕如露，渴慕溪水等等，但是没有用属灵这个字。属灵这个字在新约圣经从来就不是指人的灵，没有一次。那我没有说我们不要虔诚你不要误会我说这个字呢在希腊文呢从来没有是指爱主的，是指圣灵的，圣灵所做的。那这里灵性的身体，圣灵所给的身体，或者属灵人参透万事，那里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呢是指圣灵漠视的对象，就使徒们。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那个属灵人是在讲使徒们，讲启示，不是讲我们爱不爱主，然后能够参透别人的心里面想什么东西，参透万事，不是的。好，回到这里四十四节呢就总结了四十二、四十三，所种的是血气的，复活的是灵的身体。到这里为止呢，我再说一次，是一个对照 contrast， 必死的、必朽坏的，将来的是不会再死了、不朽坏的。总之是血气的跟灵的。那到了第四十四节中间这里呢，这个对照就讲完了，就讲完了。所以刚才说每一个小句你要看它的意思是什么，然后在上下文的地位是什么。四十四节下半，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是吗？ If 假如有一个属血气的身体， If there is a psychical or soulish body， 必有灵的身体， Then there must be a spiritual body。 那请看到这里不是一个contrast， 不是一个对照，是一个 if then， 假如呢那么就会，不是对照，不是对照。后面那个灵性的身体的根据是前面的血气的身体，若有的话呢那就必有灵性的身体，对吗？已经不再是对照了。而第四十四节下半这句话本身是保罗要讲的一个重点。
42到44节上半这个对照突然之间呢就没有那么鲜明了，不是一个对照了，整个语气比较软了。从血气的身体，保罗现在讲到灵的身体，前面这个若有的这个条件为了后面的灵性的身体铺路。为什么这么奇怪呢？啊，读下去，第45节，第45节是这样说的，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灵或作血气。啊，很复杂，因为我们中文圣经翻译一些希腊文字呢，每次翻的不一样，英文是The first man Adam became a living soul. 首先的人亚当成为一个活的魂。Soul. 魂这个字就是生命的意思。不是灵魂体，魂是二楼，灵是三楼。不是，魂这个字就是 life. 所以 Adam became a living life. 亚当成为一个活的活人。幕后的亚当成了一个赐人生命或者叫人活的灵。第44节下半说，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45节就支持44节下这句话，他的支持是，首先的人亚当成了一个活的活人，幕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保罗这里呢是引用了创世纪第2章第7节的，他用来讲啊，幕后的亚当基督成了怎么的一个灵。第45节的用意是支持44节的下半，就是若有血气的身体，就必有灵的身体的。他用创世纪第2章第7节来支持。然后呢，第45节本身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活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所以这两句话本身都是成了，是关系很密切的。那保罗怎么会引用创世纪第2章第7节引的这个样子的呢？创世纪第2章第7节没有说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的。那首先我们不要用21世纪的新闻学或者写作的规矩来批评圣经啊。当时犹太人呢，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背古书一样，或者是很多的古书呢又有他们的注释，可以加一些自己的解释的。总之呢，保罗在这里只加了这句话，现在呢就成为圣经神的话语的一部分。那你看，所以回到第44节下，我们先回到44节下，若有血气的身体，所以那个若有血气的身体必有灵性的身体，那个血气的身体44节下那个呢，就不是前面讲的我们将来死的那个身体了，不是讲那个了，对吗？所以在44节中间保罗的话题转了。我再说哈，42、43、44节上是讲我们死的身体，现在不是了，现在是在讲亚当被造的时候原来的还没有犯罪的时候那个的身体，明白吗？44节下是一个新的题目的开始，现在是讲亚当神创造他的时候那个身体，属血气的，就是说他是一个生命啊。但是呢，基督末后的亚当呢也是好像亚当一样成为，但这个成为呢成为一个叫人活的灵。好，
所以四十四节下讲的是亚当起初被造的那个身体，而且亚当就是那一位属血气的人，基督是那一位灵性或者属灵的人。那我们再来看哈，从42到43节，就算是44节下，保罗这里讲的是两种身体，首先是讲必死的身体，然后复活的身体，对吗？好了，44节下呢是亚当的身体跟基督的身体，对吗？45呢就不仅仅是讲亚当本来的身体跟基督的身体了，第45节讲的是亚当和基督。再来哈，现在是从两个身体44节下到两个人，两个亚当，对吗？44节下是两个身体，一个是属血气的亚当的身体，一个是灵性的基督的身体。45节呢就不是讲身体，就干脆讲亚当和基督了，对不对？45节是解释44节下的，所以亚当就是那位属血气的人，基督就是那位属灵的人。好，上帝创造亚当，要亚当做全人类的头，全人类的代表。所以我们刚才读了20、21、22节吗？是从一人而来的，亚当一个人犯罪，全人类就受罪。什么叫受罪呢？就是罪名就归到我们的身上。亚当是头，亚当是代表，基督是新人类的头，新人类的代表。OK， 所以上帝用立约，约里面有头有代表。现在呢，我们要来讲，再来细一点讲，44节下，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首先的亚当成了活的活人，末后的亚当呢，成为叫人活的灵。我再说，假如那个属血气的是不好的，保罗一般不是这样讲话的。保罗会说，假如不好的话，那么恩典就更加的显多咯，所以他不是在对照，明白吗？42、43、44是在对照，必朽坏的、不朽坏的、羞辱的、荣耀的、软弱强壮。44节下不是在做对照，因为假如要对照的话，保罗有很多方法讲的啊，这边是不好的，但是恩典特别的显多，他会多加几个字 much more， 更加是如此的。他没有，他说若有血气的就必有灵性的。首先的亚当这个人，末的亚当这个人，所以不是在对照，不是在对照。这是什么事呢？两件事。第一，很明显的，亚当在先，他被造在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死跟复活在后，对吗？很简单的是吧，很简单的道理。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死跟复活在新约时期，亚当是历史的开始的时候被创造的，这一件事。刚才我说为什么不是对照是什么呢？第一是讲历史，第二怎么保罗引用创世纪第2章第7节多加了后面那句话呢？当然圣灵默示他写的，这个我们不要怀疑啊，这句话不是从神而来的。很多的圣经神学家是这样看的，因为罗马书5章14节说亚当，5章14节啊，亚当是那个将来要来的那个，就是耶稣基督那个人的预像或者预表，英文是 type， 亚当是耶稣基督的 type 预表。请看我的手，假如圣经的预言的话是这样子的，旧约时期预言一些事情，过了几百年之后耶稣基督
应验了，实现了，这叫预言。预备也是一样，譬如说家谱，上帝为耶稣预备了这个家谱，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犹大一直下来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叫预备。预言、预备，假如是一个象征，一个记号，譬如说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葡萄树是一个记号，一个象征，耶稣基督是那个实体，对吗？ 你可以接受吗？记号和实体我用下跟上，预言我用左到右， OK， 或者预备也是从，就是从旧约时期到新约时期。象征呢，是一个东西来表达一个属灵的真理，或者耶稣基督本身。 OK， 预表是什么？请看哈，预表是这样子的，预表有预言的味道，因为是从旧约讲到耶稣，但是预表也是一种的象征，既是预言也是象征，这叫预表。还有预表只有一种，都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在圣经里面耶稣基督叫做 antitype， 就是预表所预表的 antitype。 亚当是预表 type T-Y-P-E， 亚当是基督的预表。 那现在我先把一个神学家的结论告诉各位，我觉得是很精彩的。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了亚当，有身体，那当时他的身体呢是圣洁的、公义的，没有罪，他还没有犯罪啊。所以呢，亚当的上帝造亚当呢，这个身体跟亚当这个人呢，是预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那个荣耀的身体。当然亚当犯罪了，人类堕落了，所以上帝呢就在创世纪第三章开始展开他的在创世之前就预定好的救赎计划啊。不是上帝说哎呀摆了惨了怎么办，不是，他不是马上想出一个 plan B 出来的，他把永恒所计划好的就开始展开，一直到主耶稣道成肉身死和复活。好，刚才说的是本来是对照42、43、44问世是下开始，不是对照，因为四十四下跟四十五、四十六是讲历史先和后，还有是在讲预表，在讲预表。圣经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连亚当被造都是一个的影子。以前我们可以说 photostat copy。现在不晓得用哪一个了，用一个 copy clone 不是 clone 总之是一个影子来讲耶稣这个荣耀的身体，荣耀的耶稣基督。所以第四十四节呢，那个范围到了四十五节呢就越来越广了。好了，四十六节请记得好，我再讲哦。四十四节下是两个身体，亚当的身体跟基督复活之后的身体。四十五节呢是两个人，两个亚当。四十六，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所以四十四下到四十六都不是在讲对照，在讲什么？属血气的和属灵的，一个在先一个在后，对吗？没有属血气的人，没有属血气的身体，属血气的和属灵的。哦，从两个身体讲到两个整个的人，亚当和末后亚当，亚当耶稣。现在呢，怎么为什么这个属血气的后面没有一个 noun， 一个名词的或者一个名字的啊？刚才我说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范围，首先肯定不仅仅是我们的灵魂得救上天堂，包括我们的身体，
耶稣基督救我们是救整个人的，将来身体复活。 这段经文就讲我们将来复活就有一个复活的身体吗？对吗？还有这个属血气的是指，那我们上次讲了很多关于 Ion， 对吗？好久之前了，上古时期有一年叫2017年上半，林慈欣来过讲上古时期啊，石器时期讲过啊，世世代代，对吗？世界跟世代宇宙 OK， 属血气的跟属灵的是两个宇宙，两个 cosmic order， 两个宇宙，两个宇宙的安排或者结构或者是秩序 order。 属血气的在先，亚当被造，他是一个有灵魂有身体的人啊，他在这个世界里面，亚当犯罪了，全人类都堕落了，整个的自然界就受到罪的污染的影响，包括我们的理性，包括我们的自由选择，包括一切，包括花草树木日月星星啊。好，那个是血气的。属灵的是什么呢？啊，我们讲基督的复活，对吗？然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呢，就展开了一个灵的或者属灵的宇宙，整个宇宙耶稣基督是主，坐在宝座上配着我们的赞美，是的，是主，这个是上帝给他新的名字，旧的也是新的，新的也是旧的，主。二，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特别被显明神的儿子，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耶稣基督是灵，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四十五节，还有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十八节。再来哈，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上帝给他，天父给他新的名字，也是旧的也是新的，是主 Lord， 神的儿子 Son of God， 是旧的也是新的。为什么是新的呢？很简单，新的因为耶稣复活了，以前他还没有复活，现在复活了，上帝是新的名字。第三，末后的亚当成为叫人活的灵，叫人活的灵。到了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保罗干脆说主就是那灵， The Lord is the Spirit。 那这里我们要讲两件事，第一，主就是灵，第二，主成为叫人活的灵或者属灵的在后。首先，主就是那灵， The Lord is the Spirit， 这句话肯定就不是指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圣子复活之后呢，圣子就变成圣灵了，三位一体就变成两位了，绝对不是这个意思，绝对不是说圣子变成圣灵，绝对不是的，不是讲第二个位格成为第三个位格，乃是讲第二个位格的工作成为第三个位格的工作。现在所有圣灵做的就是耶稣要做的，耶稣现在在地上要做的都有圣灵来担任。耶稣基督从人性来说，在天上他地上有没有做工？有，他爱我们，救我们，与我们同在，统治我们，都由圣灵来担任。主乃是那灵。我再说哈，主耶稣基督从人性来说，在天上不在地上，这个是改革中跟路德中不同的地方。我们像耶稣的人性在天上，当然从他的神性来看他是无所不在的，但是在地上按照他的人性他不在，但是圣灵在，圣灵在地上就等于耶稣在，耶稣人性不在，但是圣灵在，所以圣灵浇灌基督的爱在我们心中，就等于耶稣做了这件事。圣灵与我们同在，就等于耶稣与我们同在。圣灵将得救的确据放在我们心中，就等于耶稣基督把得救的确据放在我们心中。圣灵管理教会，就等于耶稣就管理教会。主乃是那灵。OK， 还有主耶稣复活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最丰富的被圣灵充满。你说他本来就是神嘛，
当然就是被圣灵充满，他们两个父子圣灵三位彼此相爱的吗？没有错，圣父圣子圣灵是彼此相爱，彼此融合，彼此合一的。但是当圣子取了人性成为神人二性的耶稣基督的时候呢，圣子取人性的目的是要做弥赛亚，做救主，做先知、祭司、君王。当圣子道成肉身的时候，圣父的旨意就是要圣灵陪着他、托住他、充满他、安慰他等等。 OK， 所以你读路加福音呢，你常常读到圣耶稣被圣灵充满就做什么什么事，很多次的。好了，现在呢，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罗马书第一章第三第四节就说了，按照圣善的灵 according to the spirit of holiness， 耶稣基督是由圣灵的能力从死里复活的，当然是圣父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从某一个意义上来说，从他的人性来看，耶稣基督复活是被动的，圣父叫他复活，圣灵托住他，充满着圣灵，他从死里复活了。那我再说，耶稣基督这位神人呢，不需要，他不是好像我们一定需要圣灵充满，因为我们还是会犯罪，还是会偏离主。耶稣基督不是需要，乃是耶稣基督要完成他弥赛亚的救赎大功，圣父的旨意就是有圣灵托住他，充满他。好了，现在他复活了，他复活呢，主就是那灵。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基督是那么那么的被圣灵充满，你可以说他就是灵，那不是他变成圣灵。那我举个例，我不晓得各位的 hobby 有哪些，可能你是对某一个，作家或者演唱家的音乐是着迷的，或者你是对 Apple iPhone 着迷的，你等不及iPhone 13出来，所以呢，你整个人就是 Apple， 明白我的意思吗？譬如说，某些人呢，喜欢贝多芬的音乐，做梦都梦到贝多芬的，他整个人就充满着贝多芬，他简直就是一个贝多芬，他简直就是 Apple， 明白吗？主乃是那灵，耶稣基督到了复活的时候，是最最最最最被圣灵充满的。所以圣经这样说，主乃是那灵。好，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十五节说，主末了亚当成为叫人活的灵，就是说呢，亚当是他的生命是神给他的，耶稣基督他是要把生命给别人的。首先呢，亚当成为 a living soul， 一个活的活物。The last Adam became a life-giving spirit. 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叫人活的灵。然后呢，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以后才有属灵的。耶稣基督复活了，完完全全被圣灵充满。从复活开始，2000年开始，上帝就展开了一个空前没有的宇宙秩序。那这个宇宙，这个世界的名字叫做灵。 The name of the universe, this new universe order since Jesus' resurrection is called spirit. 在地上仍然有另外一个 universal order, 另外宇宙的秩序叫做肉体。 okay? 肉体这个字呢， flesh 这个字呢，有很多的用法，其中一个用法就是这个世界，好像佛教说尘世，这个罪所污染的世界，这个肉体的世界，自从亚当犯罪开始到耶稣复活之后还是存在的，一直到末日神，让新天新地新的宇宙成为 reality， 成为现实。所以主耶稣复活了，地上的城市，
地上的属肉体的世界仍然存在，罪还是我们会犯的，魔鬼像有一条链子锁住的狗还是到处在捣乱。但是一个新的宇宙，这个新的宇宙的名字叫灵，圣灵， The new world has begun。 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个人的主，是我们所有人际关系跟家庭婚姻的主，是我们教会的主。耶稣基督的主权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音乐、艺术、科学、科技、时装，没有一个范围耶稣不是主的。因为整个宇宙耶稣是主，耶稣是灵，所以呢，我们改革中长老中的基督徒跟教会应该是最灵恩的。不是说讲方言在地下滚这个意思啊，明白吗？我们很多时候呢，以为呢，你要懂圣灵就跑去灵恩教会，错了。你要懂什么叫灵恩呢？读保罗，读加尔文，清教徒你就明白。整个宇宙有耶稣基督差遣的圣灵在那里掌管，借着他的话在教会中，也借着我们不在教会的时候在地上做盐做光。不错，我们今天在2017年呢，罪在今天的世界是，或者肉体在这个世界是非常猖狂的。你们大概是22到39 plus 岁的，22到30 plus 的是做奴隶的，你们的老板是要你们做三个人的工作的，所以今天早上还回去 office， 还在手机嘟嘟还在做工是吗？是非人生活的。其实自从亚当犯罪之后，每一个人的工作都是非人生活的。你们活着的世界是要迫你做奴隶的，就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用草用稻草做砖的。这个是这个肉体的世界的 reality 的一部分。然后呢，你要做一个基督徒，你站起来为公义为圣洁做一点事，或者不做什么事，你可能被砍头的，被 laid off 的，是吗？是。信耶稣不是保证发财升官的，但是虽然如此，还不要说传福音那么的难呢，还不要说那些呢，但是我们是活在一个主耶稣也就是圣灵所充满的所掌管的一个的新的世界里面，自从主耶稣复活升天。所以基督徒是准备好要受苦的，基督徒是带着荣耀的盼望和使命感来自这个世界生活工作做见证，等候主的再来。主还没有来一天，还是拼使命的为主而活为主而死，假如他要我们这样做的话。今天晚上这段的查经好难哦，好像坑石头一样，对吗？欢迎你们来威敏斯的神学院念书。每天 Richard Gavin 上新月是这样子的，也是讲的那么的慢的，他讲完一次之后呢，他是中国出生的，然后呢他就会说 Well, let me unpack that a little bit， 就再讲一次。没有电脑的，当时我们要用手抄笔记的， OK， 有一点难是吗？ OK 的哦。为什么？你们毕竟听懂了吗？是吗？不懂吗？我再给你机会从不懂到懂。有没有人不懂自己懂还是不懂？你总之要从不知道自己懂不懂到知道自己懂还是不懂。
没有那么难嘛。我们在座的差不多每个都读过 college 啊，对不起，我的英文有点新马化啊，是吗？没有那么难嘛。你们不是要读很多 languages and programs 吗？啊，不是要读很多东西吗？你只要把刚才我讲那段听录音听过六次，一定懂的，没有那么难。42、43、44对照必死的身体复活的身体，44下不是了，是亚当被造本来的身体跟主耶稣复活之后的身体。44节下，从身体到第45节是两个亚当，而且第一个亚当是预表第二个亚当。46从两个亚当讲到属血气的属灵两个宇宙，47、48、49呢，再回到一个对照，就是属地的、属天的等等啊，再来对照。但是44下到46不是对照，是先后，是预表，是 if 假如就必定如此。这个叫做救赎历史的看法，你从起初到旧约到新约，从这个角度来读经，才来问那我在哪里啊？上帝要怎么改变我的生命，那个叫做救赎的次序。你先搞懂救赎的历史。所以刚才介绍了两本书，特别是解开奥秘，另外一本是天命与你，你好好去读的话，你会大开眼界，原来圣经那么荣耀的，原来旧约里面到处都是耶稣基督。然后今天晚上讲的是耶稣复活之后原来是这么大的一幅图画，你知道吗？不论是纳粹党早期的共产党或者异端啊，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等等呢，法轮功等等呢，他们为什么这么勤劳这么热心，在街上有的是卖报纸，有的是卖花啊，文显明的，为什么他卖死命？因为他们知道历史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因为他们的党他们的异端告诉他们的，所以他们会卖命啊，还不要说今天最多的恐怖分子也会卖命，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将来去什么地方，那里有70个童贞女等着他的在天堂，他们知道历史往哪里去。今天我们基督徒只知道诗篇第139篇说我睡醒你与我同在，不是上帝，是手机睡醒了还有你在啊， Apple 在， Samsung 在啊， Lenovo 在啊，对不起， Lenovo 有没有电话的啊？有的啊，哎，我的是 Lenovo 嘛。 OK， 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没有历史的时代，没有昨天，没有明天，只有今天晚上 Dinner for Six， 哇啦哇啦哇啦啦，不论是日本还是新加坡啊，新加坡有很多 Dinner for Six 哦。我出去吃饭觉得非常 out of place， 什么餐馆的 average age is 25。 我们是活在一个没有昨天没有明天的世界的，就是今天啊，今天跑去 JB 加 petrol 啊，不可以哈，哦，吃饭 OK 好啊，因为就那天星期五 OK， 不是的，不是的，我们是一个庞大的宇宙历史计划的成员，上帝在做工，上帝的工作从亚当犯罪堕落开始，那个救赎就一直到耶稣就复活升天，已经到了高峰了。现在呢，是从高峰到高峰 ，from climax number one to climax number two， 所以这个不是基督徒沉睡的日子，是我们醒过来 awake 时候近了，是的。那我是最不喜欢讲末世论的，我的意思是说最不喜欢做猜测主什么时候会回来的，但是我是读历史的。现在人类能够做的破坏性的工作差不多都做完了，对吗？啊，差不多了啊，只剩下我的 crazy president 还没有按那个钮啊。我的意思是说日子不多的，但是We are on the Lord's side， 我们在主的那边的，我们是活在一个荣耀的新的灵这个宇宙里面，虽然下面这个肉体的世界还是存在，
我们是夹在两个世界中间的人，在这个肉体的世界我们做奴隶， OK， 传福音很困难，甚至会被炒鱿鱼。荣耀的世界，耶稣基督是主，主耶稣是灵，灵在充满着生命、家庭、教会、宇宙。所以你要怎么活呢？你还是要做一个没有昨天、没有明天的人吗？还是做一个好好的研究神的道，把神的道消化，为基督而活，为他的国度而活？因为他是主，所以他本来就是你的主，他是主。我每次来安提亚都看到你们的，应该是姐妹们哈，可能也是弟兄们呢，怎么每次放一些 extra 的食物都是这么漂亮的啊？你们怎么做很多东西都精细啊？还没有说你们的幻灯很漂亮啊。假如今天不是那么漂亮的 snack box 啊，对不起，我在马来西亚时间多过在新加坡啊。假如我们在马来西亚一个hawker center 呢，吃一个非常好吃的，我们讲福建面好了，因为它黑黑嘛。然后呢，那个洗盘碗那个桶啊，那个水也是黑黑的 ，OK， 跟那个福建面一样这么黑的，从早上到晚上这么黑的。然后我告诉你，这档福建面的老板是英女皇，还不是马哈迪，我在哪接是英女皇？哪里可能是那个福建人嘛？很多时候我们的教会团契都没有那些 snack box 这么漂亮，我们的生命也没有那些 snack box 这么漂亮啊，也不像你们上班族的吃午餐那些 packaging 这么漂亮，也不像你们去 mall 拿回来那个 shopping bag 那么漂亮啊，不要再说你们的衣服了啊，很多问题的。但是我们那盘黑的洗碗的水呢的老板不是英女皇，是宇宙的耶稣基督，是宇宙的主宰。OK， 要这样看。所以我们活着，我们服侍是有盼望。好，五分钟小组讨论，讨论什么？他说啥？OK，Repeat one point， 重复你听到的一点 ，Maximum two points。有谁要问一个两个问题吗？无从问起是吗？不知道自己不懂什么，你要从不懂自己不懂什么到懂自己不懂什么。 OK， 你要知道不懂自己不懂什么到懂自己不懂什么。一二三四，我不懂一，我不懂二，不懂三，很重要。OK， 什么问题吗？我上次来你们是有很多很精彩的问题的，所以不要等，不用客气。你相信亚当是上帝某一刻创造的吗 ？In a moment in time， 就是六天的第六天哦。简单的说，星期五早上11:59。我的意思是说第六天的 climax， 因为他前面创造了动物嘛，而第六天是从星期四日落到星期五日落来算的，总之呢第六天创造的，你相信吗？很多改革宗大牧师不相信的吧？Yes， 纽约有一位不相信的，至少他不敢说他相信，他说的很勉强。 OK，假如亚当不是神在第六天创造的，圣经又说耶稣是末后的亚当，亚当又是要预表将要来的，又说亚当怎么怎么，末后亚当怎么怎么，只要亚当是神话里的一个所谓人物一个角色，那耶稣呢？耶稣是我一个神话里的角色所预表的实体，说不过对不对？明白吗？所以上帝肯定是在一个时间某一天创造亚当和夏娃的。
好，第二个问题，你到今天晚上之前，假如你要讲，譬如说儿童主义学也好，小组调整也好，你要讲上帝创造亚当，创世纪第一章，最多加个第二章，你怎么讲的？这些是一些儿童故事吗？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意义是什么？啊，圣经，整本圣经神作主，神主动，神启示他自己，神给我们他的应许，他的作为，他的恩典，他的诫命，是从上而下的。所以给大家一个灵修读经的方法，在马来西亚某某地方有位姐妹，让他们的大概小学六年级的小朋友每天这样读经，这章 chapter 圣经，这章神是怎么一位神， What kind of God is God in this chapter， 创世纪第一章神是怎么一位神，创世纪第二章神是怎么一个神，不论他的属性、作为、应许、恩典，或者诫命，还有神是怎么对待人的。假如给你讲宣教年会，你会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讲吗？ Why not？ 起初神创造天和地，宇宙，宇宙是神的掌管的范围，人堕落了，神仍然掌权啊，给了亚当夏娃啊应许，蛇必定会击败的。创世纪第十二章，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万国都要因他得福，等等等等。你传福音会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吗？ Why not？ 明白吗？因为亚当是那将要来的幕后亚当的预象，罗马书五章十四节。你读到耶稣基督受试探，魔鬼的试探三次啊，这个是耶稣基督身为神的儿子，神的真相受考验，证实他是神的儿子，神的真相。但是亚当神的形象也是神的儿子，路加福音三章三十八节，他的考验他失败了，亚当失败了，基督没有失败。所以你读新约要读回去旧约，你读旧约要从新约的角度来读的。我们不是犹太教徒，我们是基督徒，当然是从新约角度读旧约的。我们的圣经三分之二是旧约，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你读旧约当然就是从新约的角度来看，你读新约也要从旧约的角度，从上帝的约、上帝的属性、作为、应许、诫命、待人的方法等等来读，来读新约。因为耶稣基督是亚当、亚伯拉、以撒等等等等的实体的 substance and reality。 好，我最后问多一次我就下台了哈，有没有问题？上次一问就很精彩，怎么今天大家都回看碰去了？有什么问题 ？Last offer 哈 ，offer。那我带了几本书，一本呢是《解开奥秘》，发现旧约中的基督，你会很 amazed 啊，就是旧约圣经从创世纪一开始就是讲耶稣基督的，英文只有一本啊。The Unfolding Mystery， 解开奥秘，这里好几本的。新书一本，Made in Malaysia， 写给在大学读心理学的基督徒。后面有我的介绍啊。这本是牧师、长老、执事、团长、小组组长、大学生、毕业生都必读的。作者。好像我这个年纪啊，他跑回去大学读 psychology， 一课一课的读，告诉你今天大学里面讲的是什么东西。好，
我们需要怎么样的有警觉的心批判这些的心理学背后的理论。天命与你 called to the ministry 这本书应该这个中文一个题目是呼召蒙召传道，但是不是每个人蒙召做传道人，还是要看这本书。这本书是讲呼召 God's calling， 这个呼召的概念书分三部分，上帝按照你的名字呼召你的，二，上帝呼召你为基督受苦跟随他走十字架的道路，三，复活的基督从宝座上来呼召你，在教会里面扮演某一个角色，给你恩赐等等。这本书呢是一本圣经神学的研究，扎扎实实的。那这本解开奥秘也是，这两本书的作者是我的院长，我读神学的时候我的校长。旧约圣经，我说他的以赛亚书可以倒过来背都 OK 的，是那么熟的，敬虔充满着圣经的真理。最后，早期基督教教义史和基督教教义史，基督教学本书，这个是 CD， 另外有一套的 DVD， 这个是告诉你原来第二、第三世纪当时的异端呢，今天在新纪元是复活的，还在搅扰我们基督徒新纪元的的很多的东西。然后呢，三位一体的教育怎么形成的？早期基督教教义史，你愿意在信仰上扎根呢？这个是一个课程大概十多个小时，有书陪伴着，或者你可以用 DVD 的版本。好，我们祷告结束。来，感谢天父给我们今天有一段时间来细读一段的经文，看到主耶稣你的工作是那么的伟大，那么的奇妙。求主你教导我们怎么样的不做一个懒惰的信徒，怎么看到我们的使命、我们的宇宙、我们的主是多么的荣耀。求主你在我们心中动工，给我们比世界上的人更有使命感，来为你而活，继续的来感动我们，献上我们的一切，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